最后拉链，你看它就是很多双。你的介绍是这样，可是它特别好像在这边，它侧面这边没有，它破在那个大腿旁边，臀啊臀。这一件它怀旧刷色之外又刷破，然后重点是它特点就是在侧面，不会看到，不会看到，没关系，不要挖就好。对，就是这样讲。然后它那个长度，它其实是算可以，就是反折啦。然后我没有反折，就是有点九分的感觉。然后如果你反折的话，然后就是在三个，就比较短一点。厂商 OK 啦，他本厂商本来的好像只反折一大折，反折一折哦，嗯，一大折，这里这样，就这个马克线是不是？我觉得不反折跟反折都 OK。设计的是这个，厂商是这样，所以他这里你有看到吗？啊。然后裤管是这样，裤管也有微微的那种微微刷破，嗯，但不是那种抽蓄的那种。其实它这件男友裤，它就是有点微微的男友风，对不对？嗯、没有说到非常的，没有到很宽很宽的那一种。所以建议，如果大家喜欢穿很比较大件一点的话，你可以带。就是在待嘛，然后就会很松。嗯，主要看这个看尺寸表，因为它这个是没有弹性的，对，没有弹性的哦。弹性都没有弹性。嗯，所以这个一样建议就是 L 号女生拿这一款的 XL， 这样。你转圈给上来大家看一下。哦，对，它就是连就是臀这边，然后跟那个膝盖窝这边都有。它是不会曝光的那种，而且它没有很，就是怎么讲，它没有一看就是一看到你就眼睛都集中在你裤子，因为它本身研究就很颜色就很怀旧。